友達ほら僕と一緒に歌おう不思議なこと知らないこと見つけたら僕らのもの初めの一歩明日も一歩仲間なら約束だよ泣きそうな時くじけた時再欢呼一次万岁！陛下，臣斗胆进言，这已经是第五次了。这种欢呼声听多少遍我都乐意听啊！是的，这点臣明白。不过已经五次了，能否请您再开金口啊？是这样啊。我忠诚的臣民们，愿你们健康幸福。这样行了吧？是的。愿大家努力工作。开创一个和平、仁爱、幸福、美好的未来，愿神保佑你们！国王万岁！万岁！万岁！洗澡水准备好了没有啊？是的，准备好了，请入浴吧。今天的可可放得够不够多呀？这个怎么了？可可已经没有了。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爱洗澡，特别是用放入了可可的水来暖和身体呀、啊。可是这是大藏大臣的命令啊。你是说是大臣禁止购入可可吗？是的，因为财政状况非常非常的恶劣。岂有此理，这是我唯一的爱好，居然连可可都放不起了。大藏大臣，你是说王室要破产了吗？还不至于，我是说快破产了。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尊敬的国王并不知道啊。国王先生对政治毫不关心。大臣，可可。为什么不给我买可可呢？这个嘛，陛下，您来得正好。可可，可可。请坐在这儿，陛下。臣有一事不得不告知您呢。可可，其实王室的金库已经空无一物了，空了，可可也买不成了，连购买必需食物的钱也不足了。真是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王室的财政已经濒临危机了。我真是无法相信。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目前把能卖的都卖掉。那个柠檬玉池绝对不能卖呀。可以吧，现在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不会再有什么大的收入了。那只好去借钱了。能借的地方都已经借过了。我想还是能找出一两个有钱人吧。也许有吧，可不一定会借钱给我们呀。我无法相信这些呀。陛下，不是说您本人，而是国王最近似乎不受欢迎。
看来不需要国王了。不，我认为很需要您，陛下。我也一样，陛下。啊，我当然也那样认为，陛下。我想起来了。什么？传言呢？传言。你是说那个传言？哪个传言呢？是关于那个福星鸭小子阿鲁弗莱德，陛下。福星？据说那个福星鸭小子收集了很多的钱。什么？就这样？大臣向福星鸭小子阿鲁弗莱德借钱呢？快！我想也只有如此了吧。你明白吗？借的钱还得还呢。当然，理所应当，连利息也一分不少。可是拿什么还呢？审判官，你快去找阿尔弗莱德，快去！啊，是。大臣，今儿就算了，你给我把科克买好，我要洗澡去了。再见。啊！你就是福星鸭小的阿尔弗莱德吧？是，你是城堡中的审判官大人吧？你知道我呀？哎，说来话长啊，其实我是奉国王之命来的呀，你知道吗？国王，请。国王听到传言说你收集了很多的钱，是吗？是的，相当多的钱。我们想帮缺水的国家修建一条运河用来饮水。啊，那可太好了。缺水地区的人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审判官先生，我们想请国王也为运河基金捐些钱，行不行呢？你帮我们说说吧。当然，我一定说。不过你的那笔基金呢？不是我的，是大家的。是，那些钱国王说为了你们，他想借用一下。为我们？怎么回事呢？也就是为了你们，他要借那些钱。我还是不懂。哎呀，你的脑子怎么不好使啊？国王说为了你们要借用一下这些钱。我把大家的钱收集起来借给国王。是这样。如何？高兴吗？国王并不需要这些钱，只是用借钱这个方法给我们利息，因为这些钱放在我这儿是一个字的利息也生不出来的，是吧？就是这么一回事儿。真棒，你真是只优秀的鸭子阿洛弗莱德。过奖过奖，真不好意思。不，一只普通的鸭子是不会明白国王这一番苦心的呀。弗兰茨二世真是热心肠啊。是啊，那就请把钱交给我吧。那你们什么时候还给我们呢？在你们那里存放一个月左右是没问题的吧？一个月，一个月。那我先走了啊。去向国王表达我的敬意。一定。设计得很不错呀。虽然大家给运河基金委员会捐了不少的钱，可贡献最大的恐怕要算这个装置卖掉以后赚的钱了。可你别忘了，给缺水的国家修运河，这可是你的主意，所以你自然应该捐最大一笔钱了。我真想知道国王究竟会给多少利息。你刚才说什么呀？国王的利息了，怎么回事啊？国王明天就会还钱给我，还摘利息给我呢。爸爸，你把那些钱借给国王了？88枚金币，一个月前不捐到的数目。你为什么不说呢？我想得到利息以后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利息先不管了，也许该请他快些还钱给我。也许明天就会还给我的。真的？说好了期限是一个月的嘛。说好了。爸爸，你不相信国王吗？有一点。可我相信。可是他要是不还就糟了。
拉弗雷德，阿拉弗雷德，怎么样，钱还了没有？是不是钱还不了了？国王竟然撒谎。先等等看吧，恐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是的，那些钱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的，一定要讨回来呀、啊、爸爸。再想想办法吧，阿罗弗莱德。那春天怎么还不来呀？你一个人真的不要紧吗？没关系，我一个人去。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全怪我自己。我真不敢相信国王竟会有这种欺骗行为。那么重要的钱可不能视为儿戏呀、啊！我都等了三个月了，绝不能再等下去了。阿鲁弗莱德，要知道你被国王骗走了非常重要的一笔钱。不会这么糟的，一定要讨回来，一定。要讨回来。别叫我小蜜蜂，我要去见国王了。我马达姆比不会胡乱蛰人的。对不起，马达姆比。你刚才说你要去见国王？是的。大家都说城堡中花园里的蜜最好吃了，我想跟你一块进宫去，行吗？那太好了，咱们一起去吧。说实话，我一个人去城堡还真有点胆怯呢。好啊，真太合适了，咱们一块去一定会顺利的。你过来。咱们去城堡什么都不用带，只带上我们的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叫咱们呢，快点呀，走啊！来了，爸爸。喂，阿鲁弗莱德，你找国王有什么事吗？我要讨回借给他的钱。钱？钱？哎呀，你怎么能把钱借给国王呢？别是被国王给骗了吧？在我做明白之前，能不能请你们停到我的背上呢？要知道我要被撞昏了。哎呀，对不起，我没意识到。嘿，你们俩也过来。哎，是的，来了。哎呀，这样太暖和了，太好了。鸭子的背上暖洋洋的，真舒服呀。哎呀，瞧你这样子，多没礼貌啊。洋洋。妈妈，我想。看，孩子也跟你学了吧，快停下。没关系的，马达姆比，你们大家请随便一些的好。不过腰那里总有点痒痒。不，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了。还是不行。一想到也许有一天就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心里真不是滋味啊。没事。陛下，你不要那么悲观嘛，我们一定会度过这次财政危机的。我想人民也不会喜欢我的呀。陛下，你一定要有信心啊，我想人民会尊敬自信的国王的。别硬撑了，我可是一点自信都没有。报告，有一个福星鸭小子阿鲁弗莱德要求求见，他说理由陛下都知道了。知道了，让他在下面等着。是。福星鸭小子阿鲁弗莱德，他终于来了呀。比约定的期限迟了两个月耶。两个月？那怎么办呢？总之现在咱们手头上一枚金币也没了，
还要还88枚，实在是真让人头疼啊，也不能让人家这么等下去呀、啊、没关系陛下，让那些庶民等多久他们也不会有怨言的，总不能让他们就这样等到晚上吧。啊，明白了，那就让他们在牢房里等吧。牢房？是的，无论在那儿等多久，直到他们等到满意的那一天。喂，是，过来。啊，到了，马塔木比，醒醒啊！啊，看来我的背上是个睡觉的好地方。到了。让你久等了，这边来。我可以见到国王吗？啊，他在地下室里。是的。啊，我小的时候被关到过这样的地下室的牢房里。这家伙害怕了。哎，要到这边。过来，哎，等等，让你再进一次小时候进过的牢房。你这个小鸭子，为什么？我都干了什么了吗？知道吗？这是国王的命令。国王的命令？这个，哎，牢头，哎。抓住那个小鸭子。鸭子，老实点吧。放开我，放开我，傻鸭子怎么可能逃掉呢？放开我呀。好疼啊，真危险啊。牢头，这是国王的命令，把这个蠢鸭子关进牢房里。明白了，说是国王的命令。放开阿鲁弗莱德，立刻拿开你的手，不然我可不答应。混蛋，小蜜蜂算什么，捏扁他，拍死他。明白，来吧。松慢点，碰着我的脸。畜生，疼死我了。没用的家伙，不就是一只蜜蜂吗？来了。这是那个泼妇的老公啊，快停下来你。我从来就没有违背过我妻子的话，因为她总是一贯正确。只要是她。停下，我好难。明白了明白了，请不要揪我的脸，拜托了拜托了。多亏你们帮了我。好了，接下来我就一个人去找国王了。你说什么呢？我们到底都是你的朋友啊，一起去吧。你就接受他的建议吧。他只要一说出口，就不会收回的。快走吧。妈妈，求你了。不行，你还不行。妈妈，我都有意思呀，就一回嘛。把他关进牢房不太对吧？陛下，明明是错的，还要这样干，这就是。你是谁呀？负心鸭小子阿鲁弗莱德。是你？那谁在牢房里呢？你放心吧，国王陛下，谁都没有在牢里。啊，那太好了。陛下，我今天来是想要回那88枚金币，你怎么把我关起来呢？你们这样做非常非常的不讲道理。你们。确实啊，不过现在我拿不出88枚金币呀、啊，抱歉了。国王陛下，要知道那不是我的钱，是给缺水的国家修运河的重要资金，你知道吗？不管你怎么说也没有用啊，现在没有钱。你不讲理，不讲理，不讲理！听着，把这只小鸭子给我抓起来，抓住它。是，慢着，小鸭子，你给我出来！这个家伙，说让你出来。哎呦，蜜蜂！什么蜜蜂？太可怕了！停下，停下，停下！
么都不管我了呢？蜜蜂，国王，还钱吧！再怎么说也没有。不承认你是国王吗？我不当国王总可以了吧？你别气人了，妈妈能不能打？疼啊！快停下！真受不了了，快停下！快停下！啊，对了，咱们把钱送出来吧。好疼啊，好疼啊！大家都到哪儿去了？快跑啊！是新国王啊！新国王，新国王！哎，你是新国王吗？你说什么？弗朗茨二世说他已经厌倦当国王，他就逃跑了。新国王万岁！万岁！新国王万岁！等等，慢着，慢着！哎呀，错了错了，我不是国王，这是个大误会，这是个大误会。我看你就干脆当这个国王好了。别开玩笑了，我最讨厌国王了。那钱怎么办呢？88枚金币啊，不，还剩1枚，那87枚我一定要讨回来。看来运河的基金我只好从明天开始重新拼命的工作来积攒了，只好如此了。真是一场灾难。从明天开始就得加油干了。